凯文身负救世之名的战士，如你所见，与那个凯文齐名的第二领袖，竟是一位如花朵般娇羞的少女，也就是我了。有我，踏入哀愁之城；有我，堕入永劫之谷。 曾经的时代，曾经的辉煌，如今都已化为尘埃。只希望你与此寻求的答案，能够避免这样的命运吧。现实既不绝对，也不唯一。说到底，它不过只是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。愤怒、憎恨、斗争、灭绝。 接受这一切，以此熔铸绞痛的伤痕。鏖战鏖斗，鏖杀鏖灭，铭记这一切，以此吹向破灭的号角。紧握你手中的利刃，感受你心中的怒火，以此屠戮森罗万象。欢迎你，来访者。我已遇见你的到来。初次见面，我乃先行者，烛火英杰第七位。 不过，我更希望你直接称呼我的名字，苏。我只是一介旁观者，前方的路将往何去，你自有答案，无需太过在意外物。开辟天地的门扉，自在你的心中。欢迎踏入试炼之中，后继者。我的名字是鹰，为将刹那的记忆传于后人而存在于此。大地也曾渴求雨露，但我们。 却只能为他献上这临行前的祈祷。动身吧，身负英杰之名，正是为了将其了结。生命的进化有着无限的可能性，而这只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种。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，生命将因死亡而得到进化，并由此重获新生。 你还有要去的地方，那就去吧。初次见面，后继者，我的名字是华，浮生的刻印，我会帮助你熟悉他的。英雄有英雄的活法，凡人也有凡人的活法，非得活成别人的样子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但真的有必要吗？